因为相信才刚到九只而已，那你觉得还要再继续吗？但是也多了300万啊！哎呦，现在先休息先好了。不然这些装备也只能拿去分解啊，分解也钱吗？对啊，啊，干脆拿去升级啊，分解也没钱啊，那把分解也只能拿到金币啊，啊，金币到最后还不是拿去升，傻眼。那个叫哪里？我们讲传导嘛，哦，金瓦拉拉就是头。那样手，那个舵就是头的意思。哦，那再来讲一下手套。它是你不要把它连在一起啊。金的意思就是金色的，那瓦尔哈拉是它的名称，所以它应该要再加一个定点啊，就是金瓦尔哈拉手套。啊，也英文的几家翻译。然后。我觉得要重刷了，感觉靠不大赢了。好啊，重置啊，重置。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想问没什么。哎，大家给我一个重置商店呗。有没有重生石吗？重生石可以有重生项链跟重生的那个，重生的强化石就在这里啊。那现在我们有几颗？哦，上面就1000多颗了，你看，那就可以 all in。然后，哎，你刚才说他没有商店，是不是？你这你都讲完了吗？这你都讲完了，你确定？这营地是可以分解的吗？这可取得是什么意思啊？行，我给你们看一下。